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右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款最近比较流行的欧美线条风啊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九色小套系里边的芥子色01号，薄薄的打了两遍底。这个颜色是非常显手白，然后又就是说又高级，然后又酷的那种颜色啊。然后呢，打完两遍底以后呢，咱们来给它分别要照灯。这个颜色太好看了，拿出我最近这个经常用的这个非常好用的小拉线笔，蘸极白的彩绘胶，给它画出各种不同的线条或者是小法式啊。这个小线条笔它分一个短的一个长的，今天我用的是这个短的。然后呢，咱们其中有一个是 0.7 的一个彩绘，这个是 0.9 的拉线，还有一个1.2的中长拉线啊，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，你们喜欢的话自己去拍，12.9一根，然后真的是超级好用，带单独盖子的。全部画好以后，记得咱们要全部上加固啊，然后再给它上封层就可以了。学会了吗？记得给我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